灰指甲是不是？灰指甲还厉害的，弄呗。好了，就是前边的蹄子有一点塞，进来吧。看，往上看一下。哎呀，你这这皮鞋不挑这个驴，挺光溜长的。嗯，你们喂的好，主要是。皮鞋好，好些青头，对吧？今儿让我们听听这掉落地了。就这个蹄子，这家夸奖你这儿了。因为我一来这儿，我想起来。哎呀，嘴巴里面都哎，放下来吗？哎，我不容易看见在地。他一个腿，我是他腿上的，我记得有一个他妈捐的。他就修这一个蹄子。阿东，直接落地。哦，不动。越不能。现在放平了，跟刚才不一样了啊！看跟刚才大不一样了。这一个蹄子就整的驴不舒服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个一个蹄子是吧？对，这个他就修一个，他说。嗯，这就是一块臭肉坏满锅汤啊！这个是个犟驴啊！你看这个脑袋。哟，让你。长着毛，这小驴，你看看来，养的胖。来来来，这个驴很健康，看看。气得壮，他赶紧走吧，下回出不了。这里的蹄子拐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来了，师傅来给他看一看，修一修蹄子。对，看这，他走路，一拐一拐。走路，一拐一拐。到鸡巴地上蹦了，这个。嗯，对，这个直接上凳子。蹄子是这样的，这个少了半个，那边是大饼一样的。上回那回你不是叫天马天吗？嘴巴拧住就不跳了。对，肯定是有毛病。你看他就这个前蹄是吧？嗯，你看他不敢落地，不敢落地，不敢挨地，哎，腿得发抖。你看这一直挨地，他在这开始打颤的，一直在发抖。你看，这个驴长得好干净啊。卷住很的哦，小劲儿，卷回来，哎，掉了，哎呀，干巧完了，哦，灰指甲是不是？灰指甲还厉害的，漏呗，好了，这味儿真够味儿啊，坏了，蝎子坏，坏了，看了吧，哎，坏了，坏了，看了吧，坏了。嗯，这个油也贵啊。找这黄油吧，哪个黄油？酿坛上的。对。嗯。他这木带着油。哥，那他有，他是油应该是。坏的挺狠的，是吧？嗯，坏的挺狠。嗯、两层皮了，你看，分着层的。他这又不就小桃？嗯。分层的，你看，哎呦，狠的。这手段还能点着呀？嗯。没嘛小桃。对，没有毛病还不修呢。
嗯嗯，这还吃不了了。别吃了，晚一会儿把咱那个驴，把咱粪铲了。没事了，抹不地方用的，抹不地，抹去了，切过了，切掉了，嗯，切过去了，拆的多是吧？你说拆下多少下来？对，这个梯子拆下来这么多，那抹了是吧？嗯，没事，咱就拿来，一会儿拿起来看看。这不能拆了，咱拿起来看一下，来看仔细一点。看这么啊，我是不卸了。我看看，哎，不卸了，嗯，不卸了是吧？行，好，铲过去了。就一个，就是把这一个不得。看这一只梯子铲下来。你看前头，看前头。我这前头你看看吧。这也拆了吧？这个没事，反正也不贵，就这一挺贵。这前些那一只的梯子。不动，不动，好了，别动啊。我这也是这个。不。对，累还才正好吗？还不累皮不累？累还真正好。卖皮好看了，也卖得不卖不了了，对。你等一下吧，我这不太好贵了，我老是这个。要加干吃是吧？嗯，这要加。老的了，这指甲嘛，就跟那人一样，都没营养了。就成了灰指甲了，是吧？家庭了，好吧，老头儿们这指甲都老厚，嗯，那就是灰指甲。你看这个梯子，看就不干了，我的了，你。他老不舒服呗，肯定。他现在还不知道呢，现在。哎，落下去了。现在落下来了啊。松绑了，去掉棒棒糖吧。走吧。没事了啊，对，嘿嘿，你看一下，好强松啊，跟小兔子似的。